大家好，我是夏小厨，今天我们弄一个青椒炒肉。准备好1块钱的猪肉和10块钱的青椒，用娴熟的刀法把猪肉切成丝，青椒切成条，肉丝中放入盐、味精、红苕粉，抓至上浆，热锅凉油，把肉丝倒入锅中快速滑散。肉丝炒熟后装盘备用。锅中留底油，放花椒、生姜、大蒜，倒入切好的青海椒翻炒，倒入肉丝，放入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盐、味精，继续大火翻炒，起锅装盘。一道美味可口的青椒肉丝就做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